为勇者赶来，大声喊我要带上最好的剑，翻过最高的山，闯进最深的森林，把公主带回到面前。国王非常高兴，忙问他的姓名，年轻人想了想，他说陛下我叫达拉崩巴班的贝蒂布多比鲁翁。再说一次，达拉崩巴班的贝蒂布多比鲁翁，是不是达拉崩巴班的贝蒂布多比鲁翁？对对，达拉崩巴班的贝蒂布多比鲁翁。上最快的马，带着大家的希望从城堡里出发，战争怪兽来袭，获得十二金币，无数伤痕见证他慢慢升级，偏远美丽村庄打开所有宝箱，一路风霜伴随指引前路的圣月光，闯入一座山洞，公主和可怕巨龙，英雄拔出宝剑，巨龙说我是昏土库塔克蒂考托库沃西拉松，再来自昏土库塔克蒂考托库沃西拉松，是不是昏特白衣警告胆大松。